Boston, I'm fucking coming, yo. I'm fucking coming, yo. Hi, yo. Hello. 在家回家的温暖，就是出门还有人接送，不然我就要自己搭累。Yo, man, I got your back, yo, homie, I got you. 你摸我了吗？你摸我吗？你说你要被剪到 YouTube 上面吗？他没擦，不没擦。我脸皮超厚的。Hello， 嗨，大车。哎，我第一次来这里搭车哎，其实。都是海鲜。哦，都是。拜拜。你那边龙虾也没多便宜。好啦，拜拜。拜啦。耶、yeah, 我刚刚补完的眉毛就是看起来有精神更多。等一下要搭火车到 New York。现在那个 Mega Bus 到 Boston。现在在 Addison, 等一下 Addison。对等等。希望12点的车希望可以很顺利的纽约然后很顺利的上车。I'm gonna start up near your train station or bus in your most exit here.嗨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耶、yeah! ，好好好，嗯，我帮你，好，试试一首，耶、yeah! ，我在煮啊，就是，是谁？曾小涵咪咪，都一样那一台啊。有点害羞哎，然后我拿出去。
你还在录？我来录过节，这样子录节，是不是？哇塞！关庙面，你还用关庙面来招待我吗？对啊，而且还有那个肉骨茶。哎呦，好优秀！怎么变这么贤惠？都可以啊，一把就好了。一把 ，Yes。哇，好温馨哦，温馨的客厅。你买什么电啊？那个 Mac Air， 最新。还在录？没有。是最新的房仲，没有，我们要邀请最就是未来之星。未来之星，应该会有吧。哎呦，印度人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废话。他谈恋爱，让我们只好自己自力更生咯。哎，哪一间是你的房间？这里面那一间。看不出来吗？一个不知道面孔。哇，参观Phoebe的房间。哇，哎，东西有点多啊，但也还好。你们看，明日的未来之星。啊！我要带包包还是要包包？随便啊，你就带。啊 ，Hello！ 哎、欸，你自然一点好不好？我想要自然一下，我在学校拿的这个。好啊。超爱的，是免费的，学校活动。哇！超值！所以我就带来 Boston 吧。Yeah! CP 值很好。超好的。所以你带了什么？你这一趟来很累吗？还好，我刚走。真的吗？我的车是1:40，所以你先到纽约。对，我先到，我搭12点的火车到纽约，从 Edison 出发，然后到纽约之后，哎，我背景要哪里啊？就是可以我家客厅。所以我到 Edison 之后，我到纽约就大概1点左右。对，1点，然后我就再走到那个上 Mega Bus 上车的地方，就1:40上车，我7点才到 Boston， 超累。那时间它好像是比较尖峰哎、欸。对，重点是就是都没有休息，所以就是不吃不喝，然后一直到上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Yeah, 然后我再穿点干。哦，你要喝水吗？还是？没有，我是说我的那个。要不要吃面？小韩的面。哇，你看肉骨茶面。太多。你要到什么时候？我要停了吗？继续的。行啊，拜拜。拜。没有啊，也没有，因为我要突袭你。房间很乱。你刚刚讲什么东西？房间很乱。我随便说。所以我们所有都是自己重新漆过油漆。真的假的？怎么这么厉害？在地段可以拿800多块的。住地的话，一定是你要住在很久了吧？虽然这边我们都自己漆过，那你们怎么找室友的？是我朋友，然后他前室友他在四大工作，他是一个很可是你们商学院不是应该会活动？是啊，就是这种活动比较少，这种活动，或是说他们都大学生，所以。大学的，就是大学的活动。大学是我们的大学啊，我们大学不啊，我们大学我们是综合性，我们也有，我们也有 undergrad。So fun。